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戒定真香，本起冲天上，众等虔诚，热在金炉放，顷刻氤氲，即遍满十方。昔日耶稣，免难消灾障。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。恭闻梁皇起见，弥勒提名，至公及华藏之玄文，群经入诸佛之圣号，大吉沙门，红宣忏法，忏文感梦于梁朝，瑞气腾辉于武帝，尤是耿耿金光不昧，皎皎宝焰芬芳，郁郁香烟须内阙，重重花蕊耀王宫，清霄云里，天人现抱体之端严，白玉阶前，持世托莽生之苦难，以此消灾，灾消即至，因兹灭罪，罪灭浮生，真救病之良药，乃破案之明灯，恩瞻久有，德备四身，忏之功德，暂莫能穷。资者忏文照起，两叩普贤恨王，运享香花，供养十方调御，欲言清净之忏坛，先送秘密之章句，要其善果以周龙，必使醉花而凋谢，仰叩红瓷，大张灵印，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普贤王菩萨摩诃萨。有一菩萨结跏趺坐，名曰普贤，身白玉色，五十种光，五十种色，以为相光，生诸毛孔，流出金光，其金光端，无量化薄，诸化菩萨以为眷属，安详徐步，遇大宝花，至行者前，其相开口，于象牙上，诸持玉女，古乐弦歌，其声微妙，赞叹大乘一时之道，行者见已，欢喜敬礼，复更读诵甚深经典，遍礼十方无量化佛，礼多宝佛塔及释迦牟尼，并礼普贤诸大菩萨，发誓誓愿，若我素福应见普贤，愿尊者遍及是我色身。南无普贤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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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普贤菩萨。一切恭敬，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佛，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法，一心顶礼十方法界常住僧，是诸众等各个胡跪，延持香花，如法供养十方法界三宝，愿此香花遍十方，以为微妙光明台，诸天音乐天宝香，诸天摇扇天宝衣，不可思议妙法尘，一一成出一切尘，一一成出一切法，旋转无碍护庄严，遍至十方三宝前，十方法界三宝前，悉有我身修供养，一一皆悉遍法界，比比无杂无障碍，今未来际作佛事，普熏法界诸众生，蒙熏皆发菩提心，同入无生正佛智，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，供养一切佛尊法诸菩萨，无边声闻众
及一切天仙，以起光明台，过于无边界，无边佛土中，受用作佛事，普熏诸众生，皆发菩提心。南无宝昙花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宝昙花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宝昙花菩萨摩诃萨。容颜甚奇妙，光明照十方，我世曾供养，今复还清净。圣主天中王，迦陵频伽身，哀悯众生者，我等今敬礼。第一卷入忏文，公文，一体化身，普应十方国土，一因说法，声闻三界人天，一切无碍人，皆从一道一门而出生死海。一乘圆顿教，皆因一相一位而证涅槃山。随机四月应千江，应物如春回大地，遍缘法界，普作道场，习道眼以正之，见凡情之围捆。奉为京城求忏众等，起见慈悲道场忏法，此当第一卷入坛缘起。我诸众等，端刻一心，肃清三业，一颗眼瓣，烧香散花，供养十方三宝，称唱诸佛洪名，五体投地以皈依，发露忏除诸业障。且念众等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因迷一性，理昧一乘，一意在眼时，空花乱坠，一忧于起处，幻海颇翻，一真三昧乖违，一点无明自纵，一寒三毒，业造万端，开尘劳八万之门，起烦恼百千之障，丹荒欲尽，如狂象之无钩，追逐妄缘，死飞蛾而复活，罪若秋山之积，也如沧海之深，既为少于善根，恐难逃于恶果。今则依情在念圈隔于心，外托圣缘，内怀惭愧，即此现前轻重，披月忏悔灵文，掌千佛之微光，洗多生之罪垢，我愿如斯，佛必哀怜，仰叩红慈，明寻加倍。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祈愿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，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牟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一，立此慈悲道场四字，乃因梦感。弥勒世尊，即慈龙即世，悲真厚劫，依世提名，福感一意，承此念力，欲守护三宝，令魔隐蔽，摧伏自大增上慢者，为众善根者，今当令众，以众善根者，今令增长。若既有所得，助诸见者，皆悉令发舍离之心；要小法者，令不宜大法；要大法者，令生欢喜。又此慈悲，诸善中王，一切众生所归依处，如日照昼，如月照夜，为人眼目，为人导师，为人父母，为人兄弟，同归道场，为真之事，慈悲之亲，重于血肉，世世相随，虽死不离，故目等心，标号如上。今日道场悠显大众，立此忏法，并发大心，有十二大因缘，
何等十二？一者愿化六道，心无限期；二者为报慈恩，功无限期；三者愿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受薄境界，不起半心；四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与诸尊长不起慢心；五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在所深处不起慧心；六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于他声色不起忌心；七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于内外法不起迁心；八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凡所修福，不为自身，悉为一切无复护者；九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不为自身行四摄法；十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见有孤独忧喜疾病，起救济心，令得安乐；十一者以此善力，若有众生因折服者而折服之，因摄受者而摄受之；十二者以此善力，令诸众生在所深处恒自意念发菩提心，令菩提心相续不断，仰愿悠显凡圣大众同家富户，同家摄受，令众等所悔清净，所愿成就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六道四身皆悉随从满菩提愿，皈依三宝第一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一个人人起觉悟意，念事无常，行不久住，稍壮必衰，物事融资，自处无形，万物无常，皆当归死，天上天下谁能留者？年少颜色，疾不先则，气息相结，是非生宝，人生会合，必归磨灭，生老病死，至来无期，谁当为我却除之者？灾害猝至，不可得脱，一切贵贱因此死矣。身体膨胀，臭不可闻，空爱惜之，于是何益？若非勤行圣业，无由出离。众等自为形同朝露，命宿西光，身世贫乏，无德可称，至无大人神圣之名，是无圣人洞彻之照，言无中和人善之美，心无进退高下之节，谬利思智，劳倦忍者，仰屈大众，残聚交心，记法喜有奇，追恋无极，从此一别，愿各努力专意，朝夕清奉供养，勤加精进，为事为快。仰愿大众各秉其心，披忍入铠，入身法门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一个因众起勇猛心，不放逸心，安住心，大心圣心，大慈悲心，乐善心，欢喜心，报恩心，度一切心，守护一切心，救护一切心，同菩萨心等如来心，一心致意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国王地主、土地人民、父母师长、上中下座、善恶之事、诸天诸仙、护世四王、主善拔恶、守护持咒、五方龙王、龙神八部、广集十方、无穷无尽、寒灵报世、水陆空界一切众生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何故因须皈依三宝？诸佛菩萨有无限期大悲，
度脱世间，有无限期大慈安慰世间，念一切众生犹如一子，大慈大悲常无懈倦，恒作善事利益一切，是灭众生三毒之火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众生不得佛，是不取正觉，以是义故，应须皈依。又复诸佛慈念众生，过于父母，今言父母念儿，此指一事。佛念众生，慈心无尽。有父母见子，悲恩为义，心生悔恨，慈心薄少。诸佛菩萨慈心不耳，见此众生悲心亦重，乃至入于无间地狱大火轮中，待诸众生受无量苦。是知诸佛诸大菩萨慈念众生过于父母，而诸众生无明复慧，烦恼复心，于佛菩萨不知归向，说法教化亦不信受，乃至粗言起于诽谤，未曾发心念诸佛恩，以不信故堕在地狱恶鬼畜生诸恶道中，遍历三途受无量苦，罪必得出战生人间，诸根不具以自庄严，无禅定水，无智慧力，如是等障犹无信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不信之罪，重罪之上，能令行人常不见佛。相与今日各自慷慨，折意错情，生增上心，起惭愧意，起丧求哀，忏悔往罪，业累寂静，表里俱静，然后运想入归信门。若不起如是心，运如是意，只恐隔绝，障至难通，亦是思想明然无反，岂得不人人五体投地，如大山崩，一心归信，无复疑想。众等今日以诸佛菩萨慈悲心力，始蒙觉悟，深深惭愧，已作之罪愿起除灭，未作之罪不敢复造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起坚固性，不复退转，舍此生命，若生地狱道，若生恶鬼道，若生畜生道，若生人道，若生天道，于三界中，若受男身，若受女身，若受非男非女等身，若大若小，若升若降，受诸破恼，难堪难忍，是不以苦故，退失今日信心。临于千劫万劫，受种种苦，是不以苦故，退失今日信心。仰愿诸佛、大地菩萨同加救护，同加摄受，令众等信心坚固，等诸佛心，同诸佛愿，众魔外道所不能坏，相与之心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善摄心听，夫人天幻惑，世界虚假，尤其幻惑非真，则无实果；虚假浮萃，则千变无穷。无实果故，所以久执生死之流；千变改故，所以常犯爱苦之海。如是众生，甚所悲念，故悲华经云：菩萨成佛，各有本愿，释迦不现常年，初为短寿，悲此众生变化而请，常轮苦海不得出离，故在此土救诸避厄。教有刚强苦切之言，不舍于苦而度众生，未尝不以善法方便弘济义之心，
所以三昧经言，诸佛心者是大慈悲，慈悲所缘，缘苦众生。若见众生受苦恼时，如见入心，如破眼目，见已悲泣，心无暂安，欲拔其苦，令得安乐。有诸佛等智，其化世君，至于世家，骈称勇猛，以能忍苦，度脱众生。当知本师慈恩实重，能于苦恼众生之中说种种语，利益一切。我等今日不蒙解脱，竟不闻一音之旨，推不睹双树浅灰，良由业障，念与悲格，相与今日起悲恋心，以悲恋如来故，善心浓厚。既在苦中忆如来恩，无业懊恼，参言梗痛，等疑痛切，五体投地，至心奉为国王地主、土地人民、父母师长、信师谈悦、善恶之事、诸天诸仙、聪明正直、天地虚空、护世四王、主善拔恶、守护持咒、五方龙王、龙神八部、广集十方、无穷无尽一切众生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，相与胡跪合掌，心念口言，作如是说：诸佛大圣尊，觉法无不尽，天人无上师，是故为皈依。一切法常住，清净修多罗，能除身心病，是故为皈依。大地诸菩萨，无着四沙门，能救一切苦，是故为皈依。三宝护世间，我今头面礼。六道诸众生，今尽为皈依。慈悲覆一切，皆令得安乐。哀悯众生者，我等共皈依。五体投地，各自念言，仰愿十方一切三宝，以慈悲力、本愿力、大神通力、不可思议力、无量自在力、度脱众生力、复护众生力、安慰众生力，令诸众生皆悉觉悟，值众等今日为其皈依三宝，以此功德力，令诸众生各得所愿。若在诸天诸仙中者，令尽诸漏；若在阿修罗中，舍骄慢习；若在人道，无复众苦；若在地狱恶鬼畜生道者，即得免离。又复今日若闻三宝名，即与不闻，以佛神力，令诸众生尽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，同诸菩萨俱登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舍利为梵语，即遗骨之意。《大般若涅槃经》云：若见如来舍利，即是见佛。见到佛陀舍利时，不须生疑，以清净正念感念佛恩，则得佛力加持功德。舍利是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熏修而成，具足无漏功德，可为人天表率。佛陀虽是涅槃，能悲悯众生，使舍利留步世间，
供人瞻仰供奉，发心向善。佛经记载，众生今世得供养佛舍利，即得以下功德：一、远离八难，不堕三途；二、世世出生富贵之家；三、增福增慧，可证得阿罗汉果；四、精进修行，往生净土有份；五、于未来世可当摄天王、梵天王或转轮圣王；六、值遇诸佛，令出离生死。舍利注释，让我们能意念佛陀恩德，更对佛法生大信心，发愿随佛修学，直至无上菩提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